最快穿出我的肉烤出来。大家，我是野家人，对，我们又回到了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铁人赛事，也就是 Challenge Taiwan。 我现在人在转换区，哇，今年的比赛超级多人参加，算是扩大规模。我记得应该到5000-6000人。我们已经完成我的单车区的转换放置了。等一下我们会往前到绿色跟蓝色袋子那边，就是路跑转换袋跟单车转换袋。然后等一下我去那边放置我的跑鞋跟卡鞋，就准备下水。但今年比较晚出发，是8:20才下水，所以。 还好今天的天气是阴天，没有这么热，不然8:20下雨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好了，我们就准备去那边报道，然后带有准备下水。我自己在跑步这个转换区放置的物品，除了跑鞋之外，还有帽子。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我跑步的时候已经正中午，防晒乳也重要，还有可能已经在抽筋的药膏也重要，还有果胶。接下来去放脚踏车的区域。我这样会不会很北蓝？故意扯很长，算了，还是把它短一点。 12:32。我的游泳在上岸转脚踏车，就在第一排，比较好记。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其实是游泳转脚踏车，第一个需要我的毛巾，因为我要把脚擦干换卡鞋。然后 CT 比较特别，要在这边就要穿号码带，所以这也要准备卡鞋、袜子、果胶、墨镜。 安全帽、号码带，游泳转角的这项比较多东西，稍微复杂一点。准备出发啦！现在8:10，我们10分钟之后即将跳绳。 我们今天是113的 B 组出发，所以附近都是紫色泳帽，跟我一起出发。这组应该是18到29，还有一些女生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准备开赛，倒数10分钟。但天气有点变热了，有点担心，加油！ 今天游泳的时候，我刚其实有一点快抽筋很多次，因为不知道是不是上礼拜比赛太接近的关系，我今天游泳到后面，我上礼拜快抽筋了，腿后其实旧伤的地方一直隐隐作痛，然后我刚到后面一直把我的那个衣服拉开，才有办法让身体降温。到底是谁把他的东西放在我袋子里啊？我袋子多了一堆其他人的东西。<笑> 莫名其妙的，其他人的东西都在我这。出发！有需要更衣的选手都可以到更衣站，都可以到更衣间来进行更换。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然后想要跟我们队员，欢迎加入。
刚游泳游了46分钟，比预期成绩慢了大概1分钟左右。但今天虽然天气很阴凉，可是下水之后其实并没有那么快抽筋啊，隐隐作痛，可能是体感上觉得没有很热，可是其实流汗流了很多。所以我的游泳我自己觉得还算满意，跟之前比是进步了。今天的90K 骑车去程是逆风，所以尽可能在去程的时候多省一点力气。我可能会看一下脚的状况来决定我的发力程度，因为我怕后面抽筋太严重可能会受影响，所以还在观察我的脚的状况。我的后腿，右后腿。第四个10公里，10分27。这个坡跟逆风比较大，所以我跟5公里比较慢一点。现在是4个5公里了。我是做到没有力踩，动一下。怎么还那么远呢？还有10公里。我今天尾椎好痛，一直这样趴着，我觉得尾椎快穿出我的肉跑出来了。OK， 我们终于折返了，总算是中风了。我跟前半程的逆风真的很痛苦，我瓦数怎么维持目标的瓦数时速就是大概29、30、31，所以我跟前半程骑了89分，等于是均速大概30骑完前半程，但是远远的低于目标设定啊，因为今天风太大了，而且后面太阳开始现在比较大，所以其实能量消耗比较明显，希望回程这45公里，可以顺顺的让风这样吹回去，让我省一点力气。应战，11点半、12点开始的半马，哦，加油！OK， 开赛已经3小时了，现在骑车进入第65公里。哇，8点20开赛，11点20的现在，真的蛮热的。今天的水的用量很大，开始看这种天气阴阴的没什么感觉，但其实流汗的效果意外的比预期的多很多。还剩下最后的25K， 准备进入最后一个项目。这个项目是最辛苦的跑步，明天从中午开始。哇，继续加油！有我们的梁哲瑞 Jerry 教练带领大家跑步。
到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又抽筋跌倒。哦，还好刚刚有人解救我。我刚刚是两脚前后直接抽筋，然后整个往后倒。我现在先让脚舒缓一下。对啊。多亏了我后面的 Jack， 他刚解救我，帮我伸展一下。哦，不然我刚直接在那边差点死亡。他现在有没有后悔你超过他了？有，刚刚超过他致歉，对不起。Jack， 下面你在影片下面留言，我们会送礼物给你。抓五分整，但有点辛苦，心率有点高，但抽筋的状况缓解了蛮多，希望可以维持久一点。有没有找到那个跑步的节奏感呢？现在有一点，感觉还可以。跑不到五分内了，两腿一直快抽。我现在人在马亨利大道，我现在双腿还是持续感觉快抽筋，只能遇到水站就降温，还有11公里，哦，不简单啊，今天考验。最后的5公里了，虽然脚一直快抽筋，但距离变少，那个心里的踏实感，终于比较有信心了。最后5公里，加油！
只有两公里，快出去了，终于。厌世到不行，我今天觉得三项最累最累的竟然是那个脚踏车的项目，因为单车项目去程风超级大，然后回程虽然顺风，但是上下坡其实有一点点辛苦，然后下车之后我就开始抽筋非常明显，就真的开始觉得我的腿前后轮流抽筋，尤其是我刚出发刚好摄影机没录到，我的第一公里就大抽，而且是两脚同时前后抽筋，还好有跑友救我。我的今天完赛成绩相对于去年进步了1分钟，我两小总共的完赛时间是5小时47分19，我的参赛项目是113嘛，所以距离很长，然后但是我的名次呢今年是分组第11名，代表什么呢？我退步了7名，我去年5小时48分是第4名，今年竟然是已经到排到第11名了，哇，大家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但是我今天三项当中最满意的其实是游泳，因为我游泳比去年进步了很多，然后脚踏车的项目因为今天风太大，我骑了2小时51分，跑步的项目半马我是跑了1小时55分，整体来讲我觉得我给自己大概是75分，我觉得因为训练量的关系到后面真的体能很明显受不了，已经支撑不住了，就只能是一直在那个抽筋边缘，意志力跟他拉扯，你要想办法放松，然后不让他用力，才可以撑过后面那个阶段，真的很痛苦，但啊还好做到了。那下个阶段你要加强哪个训练？接下来我自己的目标会调整往爬山，就是骑车的爬山去努力，因为接下来即将要去参加富士山的登山比赛，然后在7月也会参加五岭的西进五岭，那这两场比赛是我接下来的赛事目标，所以应该会比较多常常去骑山路的这些特训，希望可以挑战去年自己的五岭成绩。好啦，我是你的家长队，如果喜欢我们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，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一集 Challenge Taiwan 2023的挑战太辛苦了，到后面真的很想哭。不是最重要，我明天要看天母峰第一次我挑战他的初铁，他的明天呢要参加他生平第一次515标准个人铁人赛事啊，
我一看就先帮他担心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完赛到被关门，而且抽筋到不行。希望他可以一切顺利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